他们今天要表演的是像蒙古里的大漠力士。大漠力士呢，刚刚才打仗回来哈，他们获得了胜利。而蒙古的女子呢，他们都会跳一种很特别的舞，叫做顶碗舞，为了就是要迎接胜利的这个力士回到他们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彩虹班将要把这个文化风俗表现出来给大家欣赏，由彩虹班所带来的大漠风情，请我们各位家长给他们彩虹班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们所带来的大漠风情。接下来是轻快的音乐喽。